大大的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多谢你将你的独生子赐予我，让我的罪得到逃避，因为你的疼，让我的心得到自由，让我的心得到平安和喜乐。我只是用心灵和诚实来领受你的话语，让我的生命得到快乐和盼望和行动力。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我今仔日要甲咱分享无比的痛吼，啊，我会记得我即礼拜吼，去彰化的老人安养中心吼，安养之家是不是？啊，迄个所在吼，啊，我第一届去，哇，百外个拢坐轮椅的阿公阿嬷吼，伫遐坐伫遐所在吼，啊，佫有五六十个迄个义工志工吼。哇！我看到这个画面吼，我足感动的，因为这么多人的中间，这五六十个，其实差不多一个人服务两个人，啊，拢去塞个车安尼吼，一个一个去塞。我想咱这中间出侪人，拢是咧做这个志工吼，我非常的感动，吼，迄天我非常感动。迄个迄天也是，我就问一个问题，我甲问大家讲，人的一生到底咧追求什么？哇！啊，就有人开始举手啊。有人讲健康啦，健康，因为大家拢在努力嘛吼，健康第一吼，无好叫健康第一啦吼。啊，个人啊平安啦，平安啦，健康跟平安嘛有关的啦吼，心心连嘛吼，所以平安嘛是很重要吼。啊，再来有一个较少年的，钱上重要。呵呵我讲安尼真现实，有对钱嘛足重要吼。啊，再来有人好的名声，啊，嘛有人讲哎呀，关系地位啦较重要啦吼。个人讲。迄拢无重要，迄拢我即摆吼，干呐欢喜快乐就好啊，快乐就好，人生来快乐，啊，过来还有幸福，吼，啊，过来还有智慧，吼，咱即智慧顶落去啊，才叫智慧，吼，哦，啊吼，结果吼，无人讲吼，爱有疼，干呐我讲个，吼，疼，疼足重要，吼，非常疼。今仔日咱咧讲啥？来，咱今日讲啥？无必要疼，就是讲上帝疼，吼，你今日就是讲上帝。好，啊，今仔日讲上帝的听信吼，咱伫圣经内底第七章咧讲，亲爱兄弟姊妹吼，咱着三听，因为听是对上帝来，有听心的人是上帝的子儿，嘛捌上帝。第八章安尼讲哦，无听心的，就是毋捌上帝，因为上帝就是听。好，咱来看吼，这圣经安尼甲阮讲嘛吼，所以伊搁安尼甲阮讲，讲上帝生伊独生子。来到世间，予咱对伊得着活命。上帝用安尼对咱显明伊的疼伫咱中间。这圣经第七章到第八章，啊，到第十章，吼，毋是咱疼上帝，是伊有疼咱，找伊的囝做赎罪者来赎咱的罪，这就是上帝的疼。所以伫遮咧讲，拢是咧讲上帝的疼，吼。啊，我今仔要来讲讲，上帝到底安怎咧疼咱？到底是安怎疼？你是安怎知影上帝是安怎疼咱？吼，我是甲头拄仔遐归纳吼，我甲你归纳吼。第一，上对上帝所创造的世界，咱就知影啦。上帝啦，有疼咱无？有啊。有。我就要证明啊吼，我甲你讲，哇，我嘛足想袂到吼，我昨吼娶一对翁某吼，毋是一对，是一对翁某吼，去山上吼，啊也是。美惠老师吼，美惠姐吼，哎，美惠姐你来，啊，伫遐头前吼，美惠姐吼，啊，伊带我去的，吼，啊，阮本来我着约好吼，两礼拜前约好吼，啊，着讲我要带永成弟兄吼，所以我即摆要互咱看即个所在，有水无？我要甲你讲，今仔个所有投影片拢是我翕的吼，来你看一下吼，啊，有水无？有。这有感觉迄啥？你去一个。完全无人，安那？电线杆看到了。电线杆看到哦，啊无电线杆就无光安尼吼，即是爱用电线杆嘛是吼，啊真着，为山顶无光啊吼。好，伫即个所在，咱会感觉讲吼，即个山岚吼，啊，佮一个云海很漂亮吼。咱即是，咱会当对遮看到上帝。你看迄青翠草，迄个啥，迄草啊，拔甲足起了吼，啊佮树木嘛拢足坚固的吼，啊因也是拢茶园，茶园拢咧种地的所在。
那你看水吧，芦苇有没有看到？前面一片全部都是云海。我跟你讲，有一个陆客经过，伊讲我来足侪摆啊，从来都唔捌看过这个景色是这样的，今日是上水。我想吼，上帝吼是要透过这个水，要吼永成弟兄吼，永成弟兄就对了。哦，伫遐，哦，因两个伊拄仔坐做伙，也上好吼。哎，因翁仔哦伫遐吼，啊，就是很看这个水的所在吼。我跟你讲，永成兄就坐伫这个对面，伫遐困两点钟，上帝所看迄个环境，安尼伫遐困两点钟呢。睡觉，我来看，我来欣赏，啊，忝，因为伊哩刚忝，然后会再困无饱，足早就甲卧起来，所以吼困无饱，伊还阁慵懒安尼吼，足水吼，足有水吼，我翕个吼，足水个吼，再来看恁看，啊，即摆着阁变啊吼，即个一直咧变，一直咧变吼，所以即个云海嘛咧变啊吼，啊，足水吼，再来，迄个云海是安尼层次分明，啊，一层一层，一层一层安尼吼，啊，下面拢安尼波浪形的吼，哇，有够水个。哦，真的真的哦，啊，上帝疼啊，咱就是伫遐享受迄个上帝创造迄个大自然，迄个疼。我伫迄个所在，敢若所有我讲到迄阵时，拢袂记要讲到，真诶，拢袂记，压力都没了，吼、哦。伫即个所在有迄治疗效果。我本来毋是要讲一篇哦，结果我去了，我怎啊改一篇，所以平安今仔再会再去两点外啊困。好，我今要甲咱讲哦，我今要甲咱讲。圣经安尼讲吼，伊讲亲爱的姊妹弟弟，我即摆要讲倒转来吼，就是讲这个所在。第二项，伊甲咱讲上帝关心咱人，吼，伫咱人有罪的时阵吼，咱做罪孽时，伊就咧听咱，所以这嘛是第二项，上帝咧听咱的一个事实，对吧？咱犯罪安怎，上帝又安怎听咱，对吧？吼，这是伊的听吼，啊，伊安怎听咱，就是安怎，咱即摆庆祝圣诞节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要安怎替咱安怎做这个赎罪祭嘛？他当然不是安尼，他吼要挽回罪，吼这个赎罪祭，就是替咱赎罪。所以上帝就是要替咱，上帝派耶稣来，吼咱今日点这个蜡烛，喜乐的蜡烛，就是安怎要享受这个世间有平安、有喜乐、吼有甜伫内底。所以咱是一个真福气的人，咱是足福气的人，对吧？真福气啦，吼！所以耶稣就是要来解决这个罪问题，吼！所以是第三项，上帝疼咱的第三项理由。第四项是安怎？上帝予咱拢有自由，会当选择，对吧？咱有选择自由权，吼！所以咱嘛予咱选择，咱会当回应上帝疼，这嘛是咱会当选择。所以咱有选择的自由，伊无讲你该安怎，你安尼无安尼哦，吼！伊嘛足侪话咧，还毋过外久，吼！再来第五项就是讲。当你若相信伊个啦，安怎？你阁尊探伊个旨意去行，安尼就安怎？就得着永远的话呢？哎，这是上帝给咱的，伊听咱，伊就讲我要享受你永远的话呢。所以咱基督徒安怎？像即摆阿仙姐伫遐，我本来要叫阿仙姐同齐去，结果阿仙姐家己有家庭的活动，所以无去吼。我今仔看到阿仙姐，我足欢喜的吼，伊去收一个相，足水的我看，伊阮两个跩。伊去溪，下去溪头是在林溪吼，嘿，啊结果吼，伊就翕伊个相好看，我翕伊个相好看，阮两个互相看安尼啦吼，啊，足水嘞吼，我咧讲哇，伊甲我讲吼，我阁加换半担啊，伊讲，本来我甲我收半吼，才半担尔，我即摆吼，阁换嘞嘞，阁用甲迄个就同款，啊，即摆阁较有气力咯吼，上帝咧听你，吼，上帝咧听你，好，所以我要甲咱讲就是讲吼，上帝。真奇妙，伊就是安尼咧，甲咱哦来咧疼咱吼，咱是就做福气，是互咱疼个吼。好，啊，即摆我要甲咱，即头拄拢讲过吼，即摆第二项，咱要讲吼，亲爱的兄弟啊，上帝既然是安尼疼咱，咱也爱着彼此相疼。所以安怎？爱安怎？彼此相疼。啊，你搁来看哦吼，你圣经再搁看哦吼。伊讲有人看过上帝无？无。无人看见上帝，啊，毋过安怎？你若安怎？三听，上帝就安怎？伫咱的内面哦，吼、哦！啊，咱有上帝听伫咱内面，咱的性命就当得着完全，咱就通实现哦。我是安尼哦，所以是无人看到上帝，啊，毋过咱若三听，
上帝听伫咱内底，咱就咱可能甲上帝相见啦，吼，这无共款的所在吼。好，过来，伊个人讲，上帝已经将啥圣神赏赐予咱吼，安尼知影咱点伫伊，伊也点伫咱，吼，所以是圣神要赏赐予咱，吼，这是上帝的圣神要赏赐，甲咱同作同在，所以咱就迄、那个，咱有上帝圣神在，咱就无惊呀。好，十四节，咱这个时阵来诶。咱来念一句呗，来，父找伊的子做世界的救主，我捌看见也做见证。好，咱有看到福音书内底做些东西啦，耶稣啊呐，医病啦、赶鬼啦、下罪有无？好，啊，你有看看见无？耶稣吼，伊所做代志吼，伊拢啊，迄伊拢甲好业人做朋友，还是甲迄善家人做朋友？善家，啊，伊拢甲迄吼。无犯罪做朋友，也是有犯罪，拢有犯罪，你咪足奇怪嘞，吼、哦！这耶稣就是讲，甲伊的疼拢先疼在先，伊无讲因为你是罪人，所以我着离你远远。啊，若咱世间人一般是安尼，看到迄罪人，咱当然先走一边，先避起来，也是讲先甲伊保持距离，最安全，拢嘛安尼较济，对无？咱一般的人的反应是讲，啊，迄人无好，迄罪人吼，迄杀人犯，也是讲迄。食毒的人吼，饮酒的人，啥物货，迄咱拢离遐远的。啊，咱若讲咱的青少年，咱嘛是共款吼。哦，咱若迄若一个少年无啥好吼，啊，你拢甲莫甲做伙，若甲做伙吼，可能会有问题。所以咱你看，咱咧教育吼，拢咧教育遮个囡仔，拢是讲，莫甲遮个人做伙，对无？一般安尼感觉安尼较安全嘛，因为咱惊去吼囡仔带歹去。啊，毋过咱若安怎有上帝听伊内底的时阵，耶稣就是讲啦。先疼罪人，先疼了，当然伊无想无毋茫讲人是伫罪内底，所以爱安怎？即、這个罪爱经历着头发，所以伊是先疼罪的人。啊，即、這个罪伫着头发，即、這个人生命着罪人着改变。所以你看耶稣改啊，好无？伊着是头发嘛。啊，马太税吏有头发无？伊嘛是改变，跟对耶稣，伊的生命人啊，伫着啥改变？所以人。我感觉这对咱来讲足无简单，要学习这个功课足无简单。包括在我再来，我嘛感觉讲哦，这耶稣嘛要叫咱做到安尼，咱是来想，咱是爱真恶的，吼，对吧？咱拢要甲好人做伙，拢要甲歹人做伙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吼，较性格的人做伙，咱感觉较安全嘛，吼，较介意做伙。啊，不过咱，不过你看，咱来咧陪伴人，拢是陪伴这。善良，也是软弱，也是欠缺，拢是陪伴这个人。所以，咱今仔真重要，拢上帝是疼，就是爱咱去陪伴这个人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所以，还是我咧讲哦，因为昨已经咧艰苦，还要去唱歌，拄仔咧风足透，拄仔湿，即摆拄仔拢透了一下。好，歹势。再来，我要讲就讲，咱上帝安尼疼咱啦吼，啊，咱到底要怎回应上帝？所以头拄仔有咱有讲讲，就是讲，第一就是安怎，咱来彼此相疼。你看头拄仔第七节甲第十一节，其实是共款的哦。伊讲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着安怎彼此相疼？伊讲两摆，咱着彼此。啊，了圣经不是你甲你讲，哎，安怎安怎安怎，拢共讲共款的，迄就是安怎，很重要，对无？真重要，就是安怎彼此相疼。好、哦，啊，第二项伊就安尼讲哦，讲吼，咱毋是爱彼此相疼啊，佫爱讲咱爱认捌上帝，因为上帝就是疼对无？啊，咱若无认捌上帝，咱也要疼，咱袂晓疼。好、哦，所以你爱认捌上帝，因为上帝是圣洁、是清气的。头拄咱讲罪人是垃圾污秽对无？大家拢无爱清净的，不过耶稣嘛是去接近这个人吼，啊。伊知影你个，你艰苦，你犯罪，伊嘛是安尼，甲你改变，拯救你赦你个罪，啊，帮助你，互你性命变老新，吼，互你变做一个新个活人，这是最重要吼。啊，咱第一就是爱圣洁嘛吼，上帝是圣洁，啊，再来上帝是公平，伊呾世间人拢作疼，所以我咧讲哦，我是不是咧讲，毋是干呐，咱信耶稣人伊才疼，对无？伊世间所有个人。伊拢疼，无论倒一间宗教，其实上帝拢总疼，只是伊遮个其他宗教人毋捌上帝，安尼尔，只是安尼吼。所以这是最重要吼，咱来
上帝是公平的吼，伊咱啊，光照好人嘛，爱照啥歹人吼，嘛是拢安尼嘛吼。啊，雨水嘛是安怎，有滴落滴，好人的所在嘛有歹人的所在吼，就是讲拢总共款吼，真公平啊吼。再来，上帝听是真完全的，伊是真完全。所以咱若真捌上帝，咱才会当了解。咱若是捌上帝，咱才知影上帝听是啥物，啊无咱就毋知影。所以今仔日讲这嘛吼，再来，伊讲咱若三听，上帝就踮伫咱的内面，啊，咱嘛踮伫伊内底。所以咱听上帝，迄个上帝的心伫咱内底，咱就迄个听，咱的听就到底就完全吼。所以这是咱用来回应上帝听吼。啊，再来，伊我也有安尼甲伊讲，伊讲吼，伫听内底就无惊吓，因为上帝就是听吼。踮伫听的内底，踮伫听的内底哦，就是踮伫上帝内面。所以吼，咱甲上帝甲听，其实是安怎，拢安怎，拢做伙哦。咱若听上帝，即、這个听就伫咱伫咱内面，啊，咱就即个听伫内底。啊，若即个听伫内底，请问，请问哦吼，你若上帝听内底，你会去甲遐个有欠缺的人？有做人做伙无？会无？会无？应该会嘛？吼、哦，应该会，你会去接近这个人嘛？啊，无咱会惊嘞，无咱有啥会惊？感觉讲咱家己了袂，就惊去用救伊的，是讲咱了无完全，咱会惊去用救伊。所以我咧讲，上帝就是安怎？上帝听，爱时时去记录伫伊内底。你若无伫内底，我咧讲，真紧你着老活着出来，真紧啊！你看，你甲你对恁家的人讲话就好啊，真紧就问题啊，有无？上帝听啦，无伫你内底，你的嘴人啊讲话，你咧叫啊，你连骂一连话咧，好无？尤其是做妈妈、做爸爸，拢有可能会发这种问题。敢对囝就好啊，囝若做无啥好的时，你嘛是顶天叫足大声，嘛是安尼顶天叫，吼、哦。那你种体谅包容啊，毋过是一定爱教示，无好的时一定爱教示我好。按不是听内底先接纳，先接纳了，互伊改变了。咱咧上帝听伫内底，咱就知影讲要咱用智慧，头先你讲智慧嘛吼，要用智慧安怎来教是这个囡仔，互这个囡仔得到改变，啊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吼，再来，第二样伊甲咱讲讲，那有上帝完全的听，安怎咱就毋免惊审判。咱伫幕后的日子是不是要审判，对无？按不你若上帝的听伫内底，你敢着惊？会惊无？不用驚，因為你在上帝的聽裡面嘛，啊，你都做上帝歡喜的事情，你在心裡面，你也不用驚說，啊，將來會怎樣，不會怎樣，因為你在上帝的聽裡面，上帝，你就在這裡永遠活，所以就不用驚那裡。所以，愛裡面沒有惧怕，我們不是常常在講嗎？說在聽裡面沒驚那裡。你有感覺，阿嬤母的中間也是一樣，你如果兩個三聽，请问你会惊你翁无？还是你会惊你某？会无？啊？嘿，我讲恁翁仔某若会三听，你敢会着惊恁翁，还是惊恁某？啊，毋过吼，我甲你讲哦，若我啦吼，我过去安尼接触侪人诶吼，我足侪摆，我拢拄着什么款诶经验？伊足惊伊翁诶，因为伊翁吼。不惜那武术刀拢放伫咧床下，武士刀哦，我拢听到讲气势尊嘞，武士刀放伫个面床下，我讲面床下要安怎？就是讲我若讲一句话无合着对方的意思，就安怎？武士刀就出来了，然后他就追杀，然后他就奔跑。哇、哦！我跟你讲真恐怖。我讲迄间日子你搁敢过？啊，你敢我都困？你讲规暝拢唔敢困，因为足惊因翁吼。突然间怎啊？唔知安怎，伊就唔知安怎死去，都唔知吼。所以到尾就讲伊要离婚，因为吼，惊到要死啊！这爱里面都是惧怕，安尼知无？阿公某就是惊，因为对方唔知当时要甲伊安怎，啊，讲一几句话无合伊的意思，伊就啪咔嚓。伊讲吼，伊咧食饭的时阵，啊，讲话无对答，无对答的哦，欸伊即摆食饭对无？啊，一碗摕来吼，就喂碗吼，就夹起你个头壳落。哦，我干那听，我干那听，我就哭啊，你知无？
我就这人做暖心的吼，我听了，啊，伊就讲我哭到安尼，我嘛哭到足忝，因为哦，听了就是足唔甘的，真正我迄阵我足唔甘的，我讲我这个婚姻你哪法度实在会了？我讲你哪会实在？我这海囡仔逃离现场，啊无吼，你安尼无法度，哦，所以你听了你真惊的啦。啊，我咧讲，有诶父母对囝，迄囝嘛惊到要死安尼，因为父母足严的，迄囝嘛惊到要死的，所以安怎？无啥敢回，然后诶、欸，家是温暖的地方哦，他不敢回家，因为家里面没有爱，所以爱里面都是惧怕，好、哦，因为爸爸妈妈不知道如何用对的方法来对待他的小孩，不知道什么方法用比较好。其实他要爱他，但是他的方法就骂啊，就是这样啊，指责啊，好、哦，所以迄个囡仔就感觉讲，哇、哦，过来啊，过来啊，过来啊，所以就作随便远离。啊，有的囡仔回来吼，入来入门哦，人无叫就无叫，就偏就对你面，就咧人对楼顶去，是安怎？因为伫厅内底无温暖，所以伊嘛无想要去跟伊爸爸妈妈打招呼。你要看，你厅内底足疏离的，有看到无？这个是惧怕，吼、哦。所以，如果你有上帝厅伫内底，无应该是安尼结果嘛，对无？这款结果是无可能的代志，吼、哦。所以这是第一项，我讲你若有上帝完全的厅，你都无惊这。听内底就无惊遐，所以这种是重要吼。这种圣经甲咱教，伊讲我们爱是因为谁？神先爱我们，对不对？这是圣经来讲内底讲吼。好，我今日要讲一项吼。哎，来，阮带去这个叫做银杏森林啦吼。这个所在叫做银杏森林吼。我第一届去，我毋捌去，我捌听过这个名，不过我毋捌去吼。哎，后届会用去。真正是真水的所在吼。如果你若是听上帝，你安怎？就安怎？就听啦，你相信吗？你相不相信？如果你爱上帝，你说你都会骂人，怪怪的，就表示吼爱还没有完全，爱还没有完全。我要讲一个人的故事。咱拢捌的啦，咱拢捌的，尤其是热人的好朋友，你敢知影什么啦？那我要讲什么啦？热人的好朋友是谁？每一个人都爱他，你知道是谁吗？来，热人的好朋友有一个很优秀的人，你们知道吗？啊，你们不能在哦。是什么线？来，会长在说话了。啊、有一个人叫丽美，我们的社区干事，丽妈宝，丽美姐姐，我跟你讲哈，丽美是我看过有史以来我觉得我非常感动的一位，真的，我就想到她，我觉得想哭，已经要骗了，你嘛真够接目睭的，老婆人，真的她很爱。啊，阮两个不时咧关心这个老人，阮两个，我不时拢对伊的心，应该讲，伊都毋是团队哦，毋过伊比我较像团队。大概若讲话拢讲圣经，对圣经开始讲，我拢对心理啊开始讲，拢对圣经开始讲，阮两个拢讲无同的吼。啊，毋过安怎，伊就是伫个所在，就是看到这个老大人，每一个，伊生命一个一个拢咧活起来，一个一个安尼欢喜快乐。有足侪性命拢真心情郁卒艰苦，不过若来乐林了啊，因为心拢得着偷放，阿妈感觉真快乐，啊，即马真爱啦。所以吼，即马有一群吼固定班员吼，拢会来。哦，我拢感觉讲这人吼是真好气，吼，因为来教会伊内底有听，吼，啊。我今日讲是讲，丽美内底其实足侪种人拢无同款，啊，个性嘛拢奇奇怪怪足侪，吼、哦。啊，上帝讲，咱爱听人听，上帝听伫内底有完全的时阵吼，咱就较容易接到遮个人。你是奇妙的吼、哦，我伫丽美的身上，我看到伊足侪就是，什么款人，伊拢有法度该听，用无同款的方法来听。啊，阮两个拢，阮两个拢咧讲，下只人要怎听，下只人要怎听。
这个要怎样，那个要怎样，我两个不是都在说这种事情。所以我就感觉说，真的这个疼里面，上帝你如果疼上帝的人，他就会疼人，他都用圣经做他的所有生活的准则。所以他如果上帝，上帝有人给他伤害，有人给他伤害哦，他也会想说，你说从前我决定了我要爱他，要爱他呢，有人给他伤害，他就说要爱他。我说你这个爱真的是很奇妙，你说没有上帝让我没办法，就是上帝嘛，上帝嘛，上帝爱我，我就有办法这样子，要不然我也是不行那样子。所以我今天要跟人讲，那靠咱家己，咱拢有欠亏，咱拢有欠亏，靠咱家己无可能，不管哪靠上帝，你听，咱都可能，对吧？我们会胜过，因为上帝听你来内底，咱才会完全，无咱拢无完全。啊，过来，今天跟人讲吼，你讲无听，不爱看得见的人，是讲无听，咱看得见人，咱都无法度爱啊。我们可以爱到看不见的上帝吗？可以吗？人你都看得见，都不愿意爱了，你想要爱神，很困难的。你说你爱上帝，你连人都不愿意爱了，你说爱上帝，很困难，其实蛮困难的，好，蛮困难。好，我为什么用他们的图画？我就发现说哈，这一对夫妻哈，互相相爱。我们来看看他们这一对夫妻，我们昨天做了些什么事哈。上帝说我们要彼此相爱，对吧？啊，我们三个哈，连结起来了哈，我们一起来爱了哈，啊，陪伴这个永成兄，因为永成兄现在病痛嘛哈，啊，所以就是遵守神的诫命，就是要彼此相爱。本来我们要请阿贤姐一起去的，啊，结果没想到时间不行，要不然我本来那时候我的计划就是，我当时的计划就是我要带阿贤姐跟永成兄哈，然后带美惠，然后一起去这样子。我们本来是要这样，可是后来他有自己的家庭活动，那就让他自己去相爱了哈。那我们就其他人就一起这样子，因为这个就是互相三天，而且还是听的哈。听就是安那互相扶持啊！你看是安那三个，啊，迄个奈怎无去？吼，永成兄，我无甲你骗去呢，吼，因为你真忝，啊，你想要欣赏，啊，所以伊伫遐欣赏日光浴，伫遐咧吼，较早后你看一下，伊啊你就知影吼，你较早来看下吼。听就是安互相扶持，吼，龙珠姐啊，甲美惠，都是需要，我们都是必须要彼此陪伴，吼，希望未来美惠也有好事要发生。好，爱是要接纳，吼，疼是接纳，吼，无同款的个性，要咱来接纳；无同款的特质，咱大家互相来接纳，互相来扶持，吼。我相信，吼，因绝对唔知影我今仔做这种代志。啊，我昨我有征求他们同意，相片可以播，吼。昨天我经过他同意，我明仔我要换片哦。我本来准备安尼，我即马临时改变，吼。好，这是因咧行路时，我家己阿婆来偷听。听就是安怎，陪他多走一里路哈。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今天爬这个坡哈，其实很轻松，不会很难。但是呢，就是陪伴，就是陪他，爱他，然后就走这样的路。我觉得就是爱，上面就是听，咱嘛愿意来听嘛哈。呵，你看龙珠姐多漂亮，她整个是灿烂哈，灿烂哈。啊，有上帝听，伊就快乐，哦，向前来跑上，有水无？我哈，我睡哈，多灿烂！哎呀，就睡也，就睡也。今天看云海上哦，云海上。好，来，一公几个位啊？一公哈，一公冲炫。我哈现在要用上帝的爱来爱永成大哥。伊安尼讲呢？哦，我听了这句，我都非常的啥感动哈。这句话真有够我感动的哈。所以，永成兄啊。彼此，你也要用上帝的爱来爱龙珠姐啊。OK， 好。啊，这个是哈，因为永成兄好久没有喝到茶叶，因为生病之后没有办法开车去山上了哈。那我们昨天就怎样到山上去，然后呢，去买茶叶，去买茶叶。所以呢，我就在那边祝福，我说哈，你在病痛当中啊，好，那我们希望说祝福他们两位哈，都永远都活在爱里面。你看这样，
听吼，一直到飞去到上路尾站的时候，那个爱是非常的满足的。像我以前在陪我先生啊，那个爱是很满足的。虽然较早过身，不过吼，伊嘛感觉伊阵满足过身，因为伊有疼。伊要过身的时候，伊要够疼，伊要陪伴。所以我咧讲吼，人生中间吼，无啥物好计较。你人生中间你若无疼，你啥物拢无，对吧？你嘛袂快乐，有较侪钱，够好。较侪钱嘛用袂着，嘛开袂着，到时嘛是别人的，所以足重要对嘛？上袂疼在伫内底，所以咱爱会记哦。要做到安尼足无简单嘞，啊，毋过就是学习吼。反正感觉我即摆嘛是还无够无完全，咱毋是咧学习，逐工咧学习吼。诶，即个我就感觉祝福他们啊，诶，他们都很开心哦。好，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这个美惠多贴心哈，一张炸细胞细杯哈。精选的咖啡杯哦，一顶到一个一个甲包包起来，啊，甲扎扎起来，哦，我有够贴心的啦。我感觉讲，哦，你看伊对人的疼是安尼疼人的吼，啊，从这个小小举动，你看到美惠姐体贴，她那种爱，她就是为了祝福他们，然后就带着这个茶杯吼，所以就你看那个咖啡杯是漂亮的哦，因为拢去精选去特选的，安尼来扎起来，所以这是美惠姐她的体贴，她的爱。我把你的爱都呈现在这里哈，让大家看一下哈，等于就是很贴切。我希望说我们的教会就是要这样，要复兴。所有人你都有能力去爱别人，只要你看到谁有欠缺，你就去陪他，用实际的行动去陪他就对了。我告诉你，教会一定大大复兴，因为这个教会里面有爱，就大大复兴哈。你看到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一对夫妻那种恩爱哈？有上帝的爱，他就有动力往前走。虽然永贞兄在病痛，可是，在病痛里面有爱在陪伴、在扶持、在鼓舞，那个爱就会激那个软弱的人往前走。这是一个很大的力量，爱就是动力，爱就是一个动力，就会继续往前走。好，你看他随时都手牵着手，听就是爱把对方修修对方来修掉。喝，然后这个是喝，我们全部人喝这一杯哈，哎，非常觉得这一杯哈拿铁非常的温暖，非常的甜，好，不是那个甜度的甜，是甜在心里面的甜，很谢谢美惠姐，美姐真的谢谢你，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环境，给制造这样的氛围，我觉得很感动，很感动。好，最后要祝福大家哈，上帝是疼，上帝先疼咱哈，啊，咱虽然咱时时吼踮伫疼内底，咱只好着去用上帝遐去疼啦哈。咱若三疼，上帝着要踮伫咱内底哈，所以这是足重要哈。来，你即马甲对方讲，讲咱着彼此三疼。上帝就踮伫咱内底。一定要做哦，哈！对你的厝还是做起，好不好？对你的厝还是做起，咱老师也老记得。亲爱的爸，你是疼的源头，多谢你先疼我，予我踮伫你的内面，有你的疼做我的学习的模样，予我会晓接纳无同款的个性，亲像你接纳我的无完全，我愿意做你的家人，彼此相疼，搁较亲来认捌你。读起阮旧的歌，将你的话行出来，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